接下来的追梦人是一个美丽阳光而且自立的女孩。大家好，我叫司丽轩，我今年12岁了，很想和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开心度过每一天。最喜欢波波老师了，我有好多好多话要对他说，所以我要好好表现。轩轩加油。你好，我是雅丽姐姐。你知道刚才我在你一亮相的时候，我看到你，我会有点心疼。没有，我觉得她很美。美女你好，我叫波波。跟波波叔叔打个招呼。好，立波叔叔好。我想知道今天你是坐着轮椅上来的，腿怎么了？跟姐姐说。我是7岁的时候不小心从房顶上摔下来的。不能走路，就一直在轮椅上。刚才上舞台的时候辛苦吗？嗯，不辛苦。告诉我们，你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表演？我唱歌。唱歌？唱什么歌呢？唱《别看我只是一只羊》。哎，这个是我们那个动画片的主题曲吗？对。我知道小朋友都喜欢，所以我们赶紧把舞台交给你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期待你的精彩表演。喜羊羊、美羊羊、懒羊羊、沸羊羊、慢羊羊、软绵绵、红太狼、灰太狼。别看我只是一只羊。但我就没你唱得好，因为他这个节奏太很难，这个喜羊羊、美羊羊。我第一次唱的时候也很难，是吗？你第一次唱觉得，后来唱就不难了，觉得。嗯。我唱了好几年，到现在还觉得很难。我觉得你非常幸福，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好，那我们就快乐。你真的快乐还是假的快乐？真的，我见到波波老师特别快乐。说到这儿，笑得很甜哈。那到了我们这个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上，你肯定有梦想。这样，我们来跟波波叔叔直接对话，好不好？好，让梦想照进现实。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是想上学。你没有上学？没有。我退学了，我不能上。是，上过学，退学了。嗯，因为我成这个样子，没有学校收留我。不是应该有学校可以，有专门的特殊学校的吗？可是因为我们家经济条件不怎么好，所以供不起我上学。妈妈做什么事情的？妈妈是做零活的。就是，在那个有一个地方是专门买大理石的。哦，是好像应该是那种大理石打磨的这种工作，是不是加工啊什么？对。去。就是那样，我妈妈都做。今天来是谁陪你来的？妈妈和姐姐。来，让我们看看你的妈妈。好。你好。你好，朱老师，你好。你女儿真的很漂亮，很可爱。好、哦，谢谢。她前面我感到非常非常的突然。我觉得妈妈也非常淡定。你都为女儿读书做过什么努力吗？我孩子他父亲，2007年得了癌症死了之后吧，他父亲死了之后花了些个钱，他父亲死了1年之后，孩子又摔了一下。摔了之后，我把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全部都花光了。
腿也没治好，到现在把孩子弄成这样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称职的母亲。不，你因为遭受了生命中不该遭受的厄运，你也很坚强，所以才有这么淡定、漂亮、美丽的女儿。大家有没有说你很坚强？我觉得我自己不怎么坚强。因经济原因未能上学的司礼轩，并未放弃学习的机会，他时常对着电视学习，一字一句的模仿。通过五年这样的学习，他的语文已经达到了小学四年级的水平，而数学由于没人教他，至今还停留在一年级的水平。懂事的司礼轩除了学习以外，每天还帮妈妈打扫卫生、烧饭做菜，尽可能的多帮妈妈分担一些家务。你是七岁的时候？对。七岁的时候你应该是一年级没有上完。是还记得吗？是一年级的上半学期还是下半学期？应该是上半。就从一年级的下半学期到现在，你没有上过学？没有了，都是我在家自己学的。你想念学校吗？想。你还记得一年级时候的同学吗？都快忘记了。那么如果你回到学校，你想从几年级开始读起？我就想从二年级，因为我在家里看了一些，也应该都会了。哪天你看到你对面走来一个小朋友，也是像你一样坐着轮椅，你第一句话会问他什么？我第一句话就会问你怎么了，然后他说我和你有同样的故事，你再会说什么？我再会说坚强点。然后他说我现在很想上学，你会怎么说？我就会说你要特别努力才能争取到的。妈妈说如果你坐着什么都不做的话，就会一辈子饿死。我一直都在学，在家自己学。如果因为你上了中国梦想秀，你重新回到了你朝思暮想的学校，你会怎么样？我就会好好学习。你会开心吗？会。长大了以后呢？长大了以后就可以找工作赚钱养活妈妈。你也一定会成为一个读书非常好的好孩子。好吗？好。然后我要学会把不幸的事情当作是幸运的事情，因为什么？你不开心，他也是这样了，对吧？你一定会比别人学得更用功，因为你能够安静得下来。为你的梦想投票好吗？好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投票结束。我觉得你是一个12岁的可爱的好孩子。而且你能够为自己的决定做主张。谢谢你。因为你已经做好了以后要照顾妈妈的准备，对吧？好。先把自己照顾好。行。你应该回到学校。宣布结果。波波叔叔，而且刚才你没有看到，在他轮椅的背后有一个书包。哎，他说要先看礼物，这是送给
波波叔叔的礼物。哎，呀，一个红双喜的小盒子。这个是我叠的星星。星星，哦，你亲手叠的星星，对吧？自己叠的，谢谢谢谢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草莓，我想把我最喜欢吃的东西送给波波老师。哦，里面还有字。对，他还写了字呢。我们看看是什么。我们萱萱，我们自己念出来好不好？好。因为我不好意思。波波老师，你是我的偶像，萱萱祝您开心快乐，永远健康。萱萱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萱萱，祝你返回学校的道路能够顺畅，但是我们一定会陪伴你走进学校。萱萱，你好棒，姐姐真的觉得你好棒。谢谢。好，音乐。谢谢小萱萱。相信这个美丽坚强的小天使一定可以早日重返校园。萱萱加油。